主料：西葫芦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普通面粉、葱末、鸡蛋4个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西葫芦擦丝，加入盐4个鸡蛋，葱花适量，杀出一些水来，再加入适量面粉，用筷子和匀。如果太稠了，就再加些水。电饼铛预热后，加入少许油，用勺子舀进一勺面糊糊，用三棱刮板刮平，盖盖子加预热，大概一分钟以后翻一次面。第二面再加热一会儿，看到两面都变成金黄色就好了，拿出来切粉，蒜泥加些醋，作为吃胡塌子的蘸料吃。胡塌子一定要沾醋蒜汁才好吃呢，趁热浇上醋蒜汁开吃吧。烹饪技巧：做胡塌子以前，我用勺子抹平，后来无意发现用三棱刮板抹平特好用，你们也试试看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